石之中诞生了文明，而同样，知识也能将文明毁灭。灾难的降临是伴随着禁忌知识的污染而出现的。我折下世界树最纯净的枝杈，作为我的轮回转世，只为了你能够来到这里，将被污染的我从世界树中彻底抹除。最初，教灵院寻得了新生的智慧之神，那时他的智能与普通孩童相仿，既没有神明的力量，也没有超群的智慧。渐渐的，人们便记不起他了。对不起，我还差得很远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还远远不够格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明。毕竟我只是月亮，而真正的太阳早就不在了吧。我并不是自责，而是理性的判断我与一个合格的神明之间的距离。梦境是一种人类智慧的集合体，我想要做一些尝试，想必还有一丝丝的可能性。我也不能抛下虚弥城的民众们。我对他的敬爱就像对爸爸妈妈一样的，因为是他拯救了我。前任村长正准备带领大家讨论迪纳泽代，这时不要害怕，他发现一个风虚热病在加固，用双手抚摸大地，无论当晚地震有多厉害，没有任何一件倒塌，也没有出现任何伤亡。而如今我终于不再只是那个旁观者了，这应该是我作为神明降生以来第一次直面这种程度的灾难。我会亲身去经历自己的命运，和你们一起。不对，不，这样不对。人们是那么的爱戴你，大家一直都在怀念你，我也怎么能就这样忘记你。我一直都在沉睡，还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那也是一个关于花神淡季的梦啊，只不过这次是个美梦。